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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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个，然后把魂三的 DLC 破一破，然后想想下一款游戏要玩什么。走啦！你们好啊！你好。亏。喊我。亏，好亏啊！没砍到就好亏啊！砍我！干！不行！嘿，一下！砍我！真的，你要很难抓到那个时间点，就是空隙。真的很，感觉有时候前滚翻会比较好。像这个时间点，喂，哪个是守护者？哪个是坚持者啊？守护者应该是比较多盔甲的吧？哦，该砍你了。白色速度真的很快。哎，不行。过来，砍我！哎呦，对，要砍另外一只了。哎，不行。砍我！攻击！哎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不能太边边了，太边边了。哦，干，亏！哎，还剩一秒都亏了，算赚。再捏一颗，喂，呦，啊不呢，看，我自己过来挨刀，还好不会不交代，真的。就跟那个双王子很像啊！等一下，那
不出招都不敢打，哎，出招一下。哎呦，哎，他掉下去的感觉。哎，干嘛又放又附魔啊？ 他们俩卡到，等一下，还没死啊！ 少啰嗦啊！赶快补血，剩下，要马上打完了吗？